卡包跟钱怎么那么多？我不知道啊，登录就送啊，我昨天就把它领一领啊，现在登录好像送20包吧。开抽，这一包哦，有多什么新卡吗？哦，传说，这个我都已经不知道有几张了。童话公主，哦，无私的。堕狱之门，这什么？从来没看过。无法使用 EP 进化，如果复仇与渴望还有狂暴已经发动，它就会进化。巴费直接进化。双方从者全场八滴血，把一张最高费的抽到手中，然后变成零费。啊哈，六费打下去炸场，然后抽一张零费起来。还行吧，六费然后抽十费。说明还好，就是把复仇所有状态启动之后，然后打下去炸场。欸，炸完场他自己不会死是不是？会啊，他自己也会炸掉。自己炸掉然后抽一张牌嘛。要会玩 FF16， 肯定玩啦、啊！我太空战士老粉丝了。刚那个门可以玩什么？哦，新牌，切多猫咪。复仇者的新的灾厄，无法被敌方的能力所指定。进场之后，敌人全体扣八，无法对这个从者进行攻击。进化时，敌人的血量只会变成八滴。如果自己的牌堆中卡片张数为二以上，牌堆中所有的卡片都会消失。啊，把对面锁八滴，然后自己剩一张牌啊、哦。八费有点贵。八滴，然后敲头，他怎么敲头？他只能那个啊。他这个只能十费打，十费打配爆能仇，啊、也配不了啊。反正就是丢下去嘛，对面解不掉，下一回合就是能斩嘛。手上再捏一张那个爆能强化就 OK 了，八费丢，九费爆能强化。失速王约定的高文，抽一张进化即时必杀守护，伤害转化为零。回来了，他现在不会砍两下了。OK， 抽完了，还有没有送？葬送死哦，葬送死现在很猛是不是？我还是只有这一套哎。我先看看大家都玩什么、啊。我稍微玩了一下，感觉好像整体环境也没什么变，没看到什么新牌。结晶主教现在很强，哎，巫师
我看改版，我今天就有稍微开起来打一下。巫师现在是什么？下棋的吗？结晶，我土法，土法哦。SV 有新装备吗 ？SV 刚改版啊。现在的土法长怎样？是一波流吗？超级久没有看到土法，而且我玩巫师唯一没有碰过的就是土法。我自己那么常玩巫师的都没有再碰土法了。カリスマスは？カリスマスは？やるな。好，就先这样好了。大奇法，大奇法什么？奇美拉啊？奇美拉是不是已经消失啊？奇美拉是退环境了，是不是？金克斯大东真的是唯一选择吗？那个版本就这样啊，金克斯大东一定要选。有点尴尬。大魂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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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雅能选菜雅就是拼前期啊。奇美拉三年前就退了，乱讲，我上个版本就还有看到奇美拉，超级容易被他投直接冲爆了。一费哥布林，二费奇美拉，然后奇美拉，奇美拉一直下。怎么有人在玩纸片？我也没怎么看懂哎，他这个到底是啥？这到底是个啥？他真的是会一波斩我的吗？我感觉两个骨灰坛先下去了，看一下状况。七费八费他要斩我，我两个骨灰坛先下去，等等崇高圣体拉起来，干布盖着应该他拿我没什么办法吧。然后我这两个骨灰坛先下去，这种我会遇到土法，哇，那也在，我也从来没看过土法呢。他现在在做什么，我都完全不知道，这些牌我都没有看过。但我知道他场上的牌一直消失，然后一直在蓄能。我现在就看，我现在就看他到底要干嘛。肥宅土偶尬天空龙。完全不知道那到底是一些什么。
那我先把我该盖的牌给盖一盖。不融合吗？手上的牌有点少，不太想融。他七费可以有27攻哦，这么凶哦，27攻应该也打不过来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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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这是他王牌，是不是？帝王石像。OK， 我还没看完说明，所以会怎样？刚刚看了一下，好像什么跟离场的图偶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出场的图偶数量少场打头哦。他刚刚大概打了10张以内吧，我印象中没有很多，应该打不了多少吧。你看零分有机会遇到我吗？肯定有机会哦。这游戏随便排的，他只叫出四只，所以他刚刚可以扫场四滴加打我头四滴啊，这么惨哦。就我拘了很久了，就是扫场四滴加打头四滴，听起来太烂了吧。有点尴尬。どうすれば？カリスマスは？感觉这把好像炸了，打龙。先生。没什么能打的。カリスマスは？響け。这里应该巴哈吧。巴哈，然后看有没有两张巴哈龙少女结场了，漂亮，炸得不错。他叠得有点快哦。我应该是倒了，好像炸一张关键。人该出场了，我应该是差不多要被炸死了。他直接蹦蹦两下，然后回一口血了。他的758没出来啊，758没出来，他可能有点危险了。悩みがあれば頼ってくれよ。感覚しました。頼んだぞ。無限の可能性を信じ。お姉様。看他手上那两张是什么了。
我这里其实还有机会遗物斩，两张八海敦，我没什么办法，我这里也没有别的牌了。 我这里就只能硬蹲，然后等遗物斩了。他手上没有巴哈，他刚刚全洗进去了。好，硬补50费。 我看 hold 这一波能不能接下来祈愿印斩吧？剩遗物两次，看有没有机会印斩啊！打巴哈龙本来就偏难打。今天有 clash 吗？今天没有哎，两个礼拜一次，不知道会举办到几月。我们预计下礼拜要。 也不是下礼拜，下下礼拜要搞一个 J 群加班台。我们要玩那个河坎，完了，买满了，打不了了。 我们走的是河坎制啊，就是我们这一群的组队，然后打 low 啊 R 6啊这种拼吃鸡或杀人的游戏，不达到指定数量睡觉。为什么他不直接打巴哈？ 哦，他要再跳一张啊、哦！B4B重破，B4B要重破，其实理论上是不会很。理论上是不会很。 那个套路都已经记在脑海中了，猪牌来了。这就有一款打虫的，打虫的那个我觉得得观望一下，那个没有亚洲区连线的。OK， 258。 来了，最后希望，十费久远的指引，打四下头。可惜。 主教就被巴哈龙康特，我大概三四场才能赢一场吧。
如果我刚刚小丑没爆掉，感谢阿星，我刚出道，你近视了。对啊。爸爸妈妈，ルナを守ってね。感谢斗内。昨天盘还被吃了，可以开这一盘了、啊。我这家猪排真的好吃，小港区我最爱的猪排，鹤立猪排。自动死灵了。这种死灵比较麻烦。这是葬送吗？昨天落了盘，金宝宝开错是不是？现在被葬送打，前面头会有点爆开哦，有点痛。这一档抽到这崇高圣体有点亏啊。你打校舍吗？要倒了，嗯，有点危险，没有，没准时进的话，其实有点危险。我不给他进化好了，不理了。嗯，适配没准时，有点尴尬。四费没准时，只能狗肉。死灵这蛮毒瘤是吗？我准时进的话，我感觉这个比那个巴哈龙好打多嘞。我准时进的场几乎都赢了。准时进蹲下去，他直接就投啦、啊，他能怎么打？为了应对那些可以单杀的，我加了这个崇高圣体啊，不然我的二一二必拉那个那只叫什么巴巴托拉，没蹲下去的场，没蹲下去的场，你也可以用那个啊，你也可以用那个，我这一套有小丑嘛，有小丑加那个啊。小丑加上零费的五盾，连出两轮小丑也是给带走了，遗物可以用我，所以现在是死灵克其他所有东西，是不是？直接带走了。
死灵现在又开哪一些啊？为了挡住葬送死，你在玩控制黄东吧？控制黄，不是那个英雄王就可以吊打葬送死了吗？ 挡住葬送死，你在玩控制黄东吧？控制黄，不是那个英雄王就可以吊打葬送死了吗？原来那个是拿来打葬送死的、哦，我每次也都被那个搞到中风。苦啊，那个刚好也康复我。没事，他那个英雄王下来啊，然后捡那个伤害，然后我手上那个千金打不了。哪个不康哦？我打死灵，还有打那个象棋法，都是我感觉算大优了。 打复仇我就五五开啊，打龙基本上没可能赢，打龙我只赢过武装龙而已。 这感觉得再抽哎。好，可以。不过这骨灰下去的时候。 可能伤害有点不够，可能会被炸掉。他干啥？他倒了、欸。他有人锁攻击，他这些锁攻击他也要倒啊。 锁攻击我，那右手进一张二，他就倒了。要进化吗？这是土法，这是玛拉利亚吧？土法吗？玛拉利亚，他等人要双击大魔法喽。 嗯，下回合双击大魔法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行。那张现在是多少？77啊！77全场炸舞，自己不误、哦。 那个其实蛮狠的，我就把它略不顺了。那个骨灰塔一直没盖下去，看这个盖下去之后状况怎么样。有点偏懒，原本被我，原本被我大概91开吧。 因为他原本炸场会炸不掉我这一只啊，这一只是每次都会剩4滴血以上，他现在炸5滴刚好可以把它炸掉。
他这样打就没双击，看来他没抽到啊。不是他刚，他上一回合没有拿到那个355，我感觉他就差不多了。这里有点小小的问题哦，我这个牌。神がこぼした福音を。ファナリアに帰りたいでしょ。先拉一手吧。我らはただ宣告するのみ。还是直接拉满，直接拉满，不知道他炸不炸得掉。直接拉满好了。我らはただ宣告するのみ。老子打掉。蹲好，因为我是感觉好像可以不拉满，不拉满好像比较安全。我怕这里他真的能解，他这个下来然后炸一个场，两张喷射，反转之翼，反转之翼，然后他只能加上那个什么死亡之剑，我好像会有点危险。哦，他始祖没开过会炸不了。交わりが極光に変わる。那就结束了。虽然他刚刚那边下始祖，应该会更惨。私の負けね。他带的很杂，我其实不太懂他这个牌，但我看每个人都带差不多这样，应该就只是没抽到始祖吧。始祖要试飞下来进化嘛，然后再带一张那个炸牌，刚好可以扫两张牌，然后后面用弓箭有机会可以射掉我的那个深蹲。靠赛靠赛啊，没射掉通常我就会赢啊。いざ出航。お目を手取るシステムブート開始。再见杰宝宝。SB 台啊，上次应该是一个月前吗？应该一个月左右改版一次嘛。不投。这里看能不能女神拉骨灰坛。机械丑。机械丑会回血的吗？嗯，去抽牌好了。也没什么危险。ルトルに見えて中身を再生。停止します。アルファスラスト起動。カメラはこの起動で任せ。また譲る。わ。很少遇到了，
玩具记者是核心啊。宿女に恥ぬ品格は。優雅な好きとか無理でしょ。せいやカレー。OK， 炸错。就用右手进盾牌啊。啥？他该撞还是得撞？还是得用撞的解啊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六飞要跳出来了，六飞要跳出来了，比较麻烦。手上的牌都不是很好。这一场没有拿到骨灰坛，有点很亏。如果下一张进骨灰坛，还蛮有得打的。後悔はしたくないから。努力も違って後悔あり。決めたから。うん。天を廃す。知ったことか。うん、痛了痛了。OK， 庭园追忆这时候来，很尴尬。讲一下，手牌有点卡。你得炸几张牌了，没办法。两张骨灰。刚刚那边蛮堵的。外张重要的，应该是还好。只是让我骨灰下回合。不好打，哎，好像还好。看下回合死不死吧。那这一回合应该是那个机器人吧？机器人要下来了。好，倒了。哇！OK， 没有骨灰坛太伤了。我原来复仇现在是玩这个、哦，这个骑手留骨灰坛，抓到骨灰坛很好打。那他要到剧院也很难，那一套应该打不太过龙啦。我看他那个一点一点消血的，小丑。龙不知道还是不是现在最强的、哦？现在有人康特龙吗？啊，人哦！
龙镜下水道了，是吗？我这一套好打加加龙。骨灰坛要不要找一回合盖啊？找点盖啊。勝利、僕を証明する。精灵啊、精灵其实偶尔也是会把我打死。要是一个不小心，也确实是有可能会被精灵打死。他如果超顺什么开局那个二一的猫咪一直跳出来，然后又先手，我用骨灰坛扑下去就已经差不多要死了。干啥？叠鞋座是不是？还是要再打一张花少女？这是爆能，爆个布布，他牌都长这样了，还能爆能？下回我要深蹲了啦，下回蹲下去看他状况怎么样啊，应该他没什么能解的。哦，他要绑，他有绑。我要解他，我不用解他，他会自己来撞。人家千金先打。打牌。不蹲了，蹲啊蹲啊。神がこぼした福音を。我らはただ宣告するのみ。こがれなこがれなさいな。对，没什么不蹲的理由吧？看要不要打鹿，或者打鹿好像比打干部好一点。干部的人还是留一下吧，不然我怕那种花少女，他这个解光我花少女要补点牌。我先看他结场打得怎么样、啊、对，他如果解光我花少女补牌还能再打，不然可能要倒了。
能我解掉这个吗？那我会绑吧。解光乃二顶柱，解光那肯定乃二顶柱啊，乃二顶柱加干部了，还能怎么办？恐れないわ。時期にわかる。遅い。必杀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撞右边。好，打头，这么狠。这打头是有点狠呢。安室育ちの美は我らはただ宣告するのみ。タリスマスは？タリスマスは？無価値。国家よ。行きますわ。他这样打也没办法。神への忠誠。开补不了牌了，应该是结束了。勝利、僕を証明する。还有一战之力耶，手上应该是那个吧，五费加二加二吧，不是吗？時期に分かる。遅い。決めたまま。後悔は。勇敢的少年。那也没什么好说啊，带走了。打得不错了。さあ、ご注目。無価値。不是。さすがガレス様だぜ。他浪费人时间，他也是努力的在想要怎么解，那也没办法。要是勇敢的少年可以攒十滴。他就能解。いざ出航！設理。那也不塞满。巡りの狩りじゃ。勇敢的少年本来就是塞满的。这么好的牌，有谁不塞？换个一二三骨灰坛啊！案外ここが大きいんでね。狗一只。魂の里、これより下す。魂の里、これより下す。嗯，感觉自己补牌就好了，自己打我的就好了。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これより下す。我们之间理论上是。没有什么交集点的。先生，这里不用的。是一二，我这一二还想拉一张哎。T 万稳的 ，T 万又稳的。我就说 T 万稳。
今日はここまで。さあご注目、カレー美麗宿女の所作を。今天要判六，六会下那种啊，下那一张，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的。对，他就会先用那个两只手的出来解一下吧。我来看一下 T1 的阵容啊，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的阵容。我的阵容是我的阵容，我的阵容是我的阵容。我的阵容是我的阵容。好，破一张狗进化硬破。还在仗，我觉得他这个牌他好像有点惨，我觉得他没有写真女友三个月，我觉得他过得其实并不好。二一二也来太多张了，我得吃一吃了。我没有骨灰坛啊，我过得也不是很好啊。哎呀，他这个还是来了。可恶！血光了，还被打三滴。千金少不了，还好吧？来那个六费也可以少。来熟女啊，来熟女那是有点打不了嘞。熟女加圣体，这把好像走了。接下来被炸伤害了，应该是走了。大热大热，宿女に恥の品格を。我らはただ宣告するのみ。怎么这几场都没看到我的骨灰坛呢、啊？跑哪去了？嗨，兄弟们！神への忠誠、我に示せ。这场进三张二一二有点太扯了啦。还有二十木，他早就二十木了吧？而且撞两下古龙强化，我往走了。啊！熱いレースだったぜ。这样深蹲没来，骨灰坛也没来。这样关键哦，这样关键就是我的骨灰坛没有到，没什么绿骨灰坛的办法。不知道新牌有没有可以绿骨灰坛的？いざ出港！闇に溶けそうな黒。小丑。右手进一张三还不错。这应该打狗吧？狗是一费吗？那个体质好像不太像一费哦。一必杀，
自己废了。一必杀有点麻烦了。有花少女在跟他换。伊费有能抓骨灰坛的，然后伊费那个什么宝石护符哦，那个超废的，那个会抓到别的，我印象中好像会抓到别的吧，忘记那个时候放了抓到什么东西了。那款卡牌叙述都很简单的，这个蛮简单的。这个我甚至都不用看对面的卡牌叙述。我让花少女要不要扣？我に示す。さあ、ご注目。这个手牌好像也只能扣了。小小的危险，没有骨灰坛。右手进一张二二潜行还行。骨灰坛本来就不好抽，骨灰坛稳定下的时候几乎是必胜的。只是前面应该绿一下骨灰坛。骨灰坛，牵手花少女感觉有点贪。来随便葬啊！其实这个葬送我是根本就看不懂，他在干啥、啊，我是都没有在理。息を潜めて。俺様登場、はい来た。魂の里、これより下す。彼、ビレ、宿女の主将。間谍。さきるぞ。好像也只能换嘞。決まりすぎた。神への忠誠、我に示せ。定める勇猛。把间谍下去拉一张六，间谍下去拉一张六，然后再拉一张二，应该是蛮好打的。我要破了，我这里不会破啊，他要等下回合，他要打他那个执行官。这边进闪了，再进一张蹲的话，可能要有点危险。再进一张蹲，完就直接蹲着了。进双间谍啊！双间谍不好说啊，他应该还是得解一下。他应该，哎，运气不错。
可恶！要是进的是，刚刚要是右手是市场的话，感觉赢了。学员是不是应该先丢？学员丢下去没状态啊？复仇！いざ出航！喝彩共感シシルイルイ！复仇好像也被砍蛮惨的。我看现在都是那个混搭的了。好像没有什么纯狂乱之类的。恶魔鼓手，吃吗？感觉好像也不是很急。下古月潭好了，有人倒下。这里说不定右手进补牌嘛。他玩这样哦。等进化一只恶魔鼓手还是蛮麻烦的、啊。観客は不要。人狼のアジタート。哎？为什么选进化狼人、啊？干啥？他这里不进化鼓手也太奇怪了吧！也感觉也不急着吃。下一手看状况。骨灰坦克还是太早下了。手上有斑比哦，嗯，看起来是没有呢。他得花很多东西来解了。感觉好像差不多可以开始养崇高圣体了、欸。他手上会有斑比将啊。暗室育ちの美は強さ。研ぎ澄ますわ、研ぎ澄ますわ。斑比将吊打，我是可以隐形啦，但是没有到吊打。哎呦！
手なんだ。来点抽的，说不定刚刚是。哎，没事，花少女。那没打错。哦，大东，现在有大东，世界真奇妙。大东结场，齐飞应该斩不了我。哦，进的好怪哦。408开始养好了啊。苦痛に抗い希望せよ。温室育ちの美は強さ。408开始养。等一下蓝旗先打掉。カリスマスは？カリスマスは？进庭园追忆。等右手再进一张。有可能他要炸门哦，那我觉得两只都吃掉了，小丑留着打本体。好，蓝门女王，神狂乱。何時の言葉で纯狂乱那可是解不了这个啊。 OK 带走，还干啥？カリスマスは？カリスマスは？熱々の舞踏はいかが？お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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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お无情斩杀！舞台はどこに？赛马良心模式，没错，最近刚改的。さすがガレス様だぜ！嘟嘟嘟嘟嘟，好，打到八点差不多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爬楼啊！看一下现在战况怎么样。算了算了，打龙吧，把这波可惜没把 Honor 这个残血的猴子处理掉，被他把龙给偷了。 Honor 有点聪明啊，是他看到第一波 BLG 停手了，自己往龙哥里钻，利用这个二段大家 Faker BLG 现在龙被 BLG 拿下，开始把 Elk 的这个拿出来用，但是这波也是杀掉了对方的双 Z。对，加上游戏后期确实 BLG 的阵容也更扎实，我觉得是这个阵容容错率还是要比对方高的。接完又是一波四打五，但这波他们的拉扯还不错，主要给 Honor 偷进来了。养女儿，养女儿晚点养啊！其实也没把他秒掉。龙现在挺好玩的。他搞谁呀？对，这么多新装，赚去了。哦，飞克拉五个哎！开个大把，所有人卡在那个龙坑外面，让 Honor 把龙吃了。这个在已经掉人的残局下 ，T1 的角色真的很好。但后续的追击上面没有技能的侠客变成回头反了，导致被这个破败王惩戒到了。对，还是龙团前牙膏那一波直接定到了宙斯，把宙斯秒了，后续就能斩。今天会去精神病院吗？今天大凯就播报了 ADC 啊，要去精神病院一定要找大凯。6000多的输出，下礼拜大凯就比较闲。没办法，这波猴子说你得把那个打大龙的伤害也给我算上，对吧？我打大龙的也是有效伤害，可以。其实打到这个时候，哦，英雄很痛，比较去抗衡的。现在比较去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艾奥的输出，不要上头，哎，不要上头。尤其有的时候这个破败王杀起来是容易冲到底的。其实上中也在有中亚有复活甲的情况下，容错率是要高很多的。是的，
再加上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T1 的诺跟佐佐先手有可能会被反手秒掉，还好吧，因为 BLG 这边装备也非常，对，等等场上的都会死啊，可能会打到这个七龙珠的决胜团啊，两边他有点蛋牌了。星期五2020阿接关台后跟阿丁有约吗 ？Pep Pride。两边接下来我跟 ET 有约啦，因为 ET 差不多要开了。啊，前方也是很依赖小吕布的一个输出。嗯，小吕布直接搞了个水银刀，这把没带进化。我是猪猪帮。两边这段时间可能蛋蛋线比较平稳，等一下要进化吗？绿牌，看两边的经济啊，爱好依然是一枝独秀，啊，这边乌马的经济也是慢慢追了上来。T1 这边领先还是领先在上路这个酒桶的经济上面吧，酒桶装备确实很好。但下一波死那个大盾没有下来哦。正义之贼，看我们蹲起来。感觉双方都不是特别敢说，没得蹲，边路找找机会，因为一旦给机会，有可能就要被一波了。对，两边有 TP 绕后能力都很强。对的，所以大家现在都很保守。对，最近很多比赛，就是你推塔的时候被绕后，突然一波可能就被结束了。哎。哎，好神装了，哎，六神装了，水刀也有了，没事，还有一分多钟，可以看看能不能再打500块钱回家肯定要。来个究极满装备，而且我们常说这个软腐是 AD 的第七件装备啊，勇气是第八件。欧文这边钢铁合计都来了，欧文也懂，直接一个钢铁合计。这里先拉好吧。看一下状况，收到了帽子，我们还有一分钟的决胜龙团，这里能 A 到那一下再下小丑就带走了。酒桶往前顶，他这个时候身上有块表，所以他顶得非常的坚定。嗯，表记得他要派那个冲刺加必杀的两张。看一下奥纳想先打一套 K 歌。哦吼吼吼，铁臂守护者，现在要抢龙村的地形了，寸土不让。而且这个时候中线压不住了，这怎么压？泽利这边先把中线推过去 ，BLG 率先取得了这个隘口的视野优势。但是对于 T1 来讲，他们可能会在最后时刻选择让酒桶顶在前面开路往里挤。20秒。T1 看这个架势好像不太想要来视野，直穿铁壁。再往上面去补视野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大龙是地形可以让给你的，只要水龙魂这把应该是就有了呀。刚来不及啊！对，大龙先抢破中路线，又不是同时刷的，这个时候可以回去抓龙了。是的，龙魂拿下来就有了呀。不行，直接回头 ，T1 也很知道。T1 没视野，不太敢过来的。嗯，龙魂团了，注意不往前插 ，BLG 先打龙。这不关键了，再打了，去那边还是个茫茫焦土给压力。龙的血量下得很快，哇、哦！闪晕，然后看到两个人，宙斯被打成一个半血，但是龙，哇，龙被抢了，哇，欧纳鬼抢龙魂，哇，那这样的话就亏了呀。T1 这边有水龙魂，看看 BLG 怎么去留人，没办法，好像这个位置也不敢愣追啊，哇，那只能推中线了，哇，这个拼手机也没拼过，好伤心。而且 Faker 的闪跟大都还在哦。安妮没大没闪，顶过去 ，BLG 想要找机会去逼上半区的大龙区。牙膏没大，想开酒桶，对方有水龙魂。这里 Faker 进场感觉要结束了哦。哦，这边反拥抱，牙膏要小心，牙膏是一个精神。可以啊，先进。这边没 Faker， 二号未进。Faker 大招给自己一个复活甲掉出来，一个要反拥抱。五个惊人，精神。Faker 翻走了。熏的方向吗？熏倒了。看来交大打了伤害，但是熏已经倒了，而且对于 T1 来讲，这个发龙尾掉了，回血效果太好了。危险了，应该要给了。主要这个惩戒没有惩过呀，猴子被他摸过来了。BLG 还想操作，但没有打野呀，这个大龙感觉只能放。而且 Elf 没大，对，这波 Elf 大招直接被逼女的，大招加上精神意识升拖尾。这把打这么久，40分钟的场，哎，太内战多了。主要正面我觉得想法没问题，想的是留人把龙抓了，但是 Honor 又给他绕过来了，但是没有留到 Honor， 我知道好像是留到对方的中上了吧，看一下这波应该是中上宙斯啊，只追到一个宙斯，被 Honor 绕过来了，已经他那个时候已经在龙坑上了。牙膏这波好急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去留猴子。一
撑啊！不留猴子，对，不过他运气有点好，上左边感觉龙真好血了。然后正面还是水龙魂太厉害了，第一波打完。T1 全员几乎满血，以后才打完。主要这个水龙魂可以给 T1 弥补这个阵容在后期的劣势了。现在这个水龙魂加成太高了呀，并且二个小狙的时候被菲克大招加金身，这个大招硬生生是拖完了，能力没大的话，后续就不好追了，不好打了。现在真的得从长计议了，这个团战难度有点大。没闪的牙膏，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两分钟，可能要结束了。哭啊！我这个场怎么要结束了？我这个干锅，致命干锅呀 ！Carry 啊，这个干锅加轻骨成双，直接盾加回了一点点血，给他锁住了。而且真的，你感觉打到这个情况下，因为有水龙魂存在 ，BLG 这个阵容伤害已经有点不够了。我觉得现在唯一我要死啦！他这里下来，我解不了啦！摸到这个远古了，然后打一波远古。右边就算拿他当发布机高地也不太好上，是。表姐外塔是可以放的，校色拉一手二二，还一分钟。而且这个时候其实经济已经比较实了，二二直接进，该有的装备都已经有了，那还行。C 位几乎都是神装了，其实经济校色会留来说。重要的还是正面打团的发挥吧，已经42分钟的比赛了。水龙魂加大龙 buff 的一波推进，这波想开龙魂的闪现，先拉开安妮打这波伤害，但是自己要被秒了，金身好像没看出来。这边有一个残血，金身等死的 Onda 能把 Onda 杀掉吗？有水龙魂还是杀掉了，漂亮！咱们自焚一波宝金主，能杀对方的前排路已经倒地了，还能继续杀，瞬间杀了，瞬间。什么？哎，怎么突然 T1 又倒了？上来了，柱子赶紧等一波了吧，中路带血一波了。这波 T1 没道理的呀，直接越塔开都来了，喜欢开 BLG 能把这炮车保下来，把炮车保住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保住一波了。牙膏没闪都能赢吗？别拉下线，克已经回来了，飞哥把牙膏保住，把这个炮车请掉。但沙漠线也来了，肯定一波了。别拉下线，别拉下线就有机会，让下线自己走，再等下一波线，再等下一波线。下波线跑快点呀，没事干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别往下靠，让下线先出去，就能一波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飞哥过来上波，拖不住啊 ！BK 已经来了，哎呦 ！BK 先把飞哥杀了也可以，先把飞哥杀了。但是好，哇，飞哥这波上位拉满，有豪车，有豪车，还有豪车。打对方就 owner， 哇！但看起来英雄的好像还是跟着标倒了。一波的比赛，水龙魂让你有何妨？一比零。哇，这把可谓是一波三折呀！在前期有优势的情况下 ，T1 凭借着 owner 出色的抢龙，那样轻松把 T1 的劣势给打了回来。对，然后团战 elk 的这个输出环境真的太好了，包括他找，他没看到最后一波啊。我觉得最后一波 T1 想开啊，但那一波团战其实勋也是将功补过。再次恭喜 BLG， 雷利后期啊，这一场为什么没有金克斯啊？恭喜 BLG 成功的赢下了第一局，不过这第一局啊也是翻来翻去的，对吧 ？Honor 这两条全变了，是不是？关键，但最后没顶住啊！最后越塔的时候给了机会了。开团，我觉得他们越塔开团出现了一些配合失误，就没控不好，有点急，说实话，还是有点急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给机会的情况下，对面硬看呀，这 BP 啊，可能对于 T1 来说也知道我们放大东，然后不好打。对，再去拼原。B 友居也不想拿大东啊。但你毕竟都拿了水龙魂了，其实水龙魂你就拉扯，哎，拉扯慢慢推兵线。对，水龙魂本来就是需要去运营，慢慢和你换血打的。是啊，打一波水龙魂和没有差不多的。对啊，因为你第一波上。我想玩你蛮奇怪的。最后 Honor 的春哥也被打回来。猴子他一死，后面的就马上。猴子没手抢，怎么说呢？完全顶不住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阿斌他在残局的时候进去卖到一丝血一个金身，他拖了很久的时间，让 T1 这边进退两难。我比较喜欢听这边的播报。说我觉得第一把也是符合我们赛前的一些预期，就是 BLG 整体的状态要更好。我们管老师虽然说 T1 Honor 是抢了两条龙，但是在初期的中野节奏上
我觉得 DLG 是完全理性。这中野节奏那没办法，这操作配合失误了嘛。对，就是总的来说，我觉得 DLG 第一局虽然最后很惊险，但是从 BP 就是说 BP 后期进行更加稳，然后也很多嘛，然后也稳住了心态。可以啊，这个进。这把确实在中后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，标志不管是从 BP 还是选手们这场比赛打到后面的韧性，都能够看得出来，大家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。如果说下一把选蓝色的话，就是如果需要下一把选蓝色的话，那安妮。Oh no！ 这一把怎么那么惨呢？那猴子还有就是九筒，哎，我觉得九筒还挺帅的。你什么英雄，我九筒都能给你打。主要是猴子应该是确实蛮高的，核心打出来大招伤防都挺好的啊。其实包括第一波下路的月堂过得有点惨，有一场比赛里面的下路月堂是一样的节奏，但这一波出现了一些小失误。这波熏就闪现交晚了一点，对，也是为了杀 Kira 付出了两个人的代价。在这波打住，哎，欧的状态不太好，一时领先经济。OK， 好，场还被炸光了。我是狂风猴子，真的，要是改版后的狂风猴子。好，那这里也是，前面去抓汉尼的时候，该叫的都叫了，该叫的不该叫的也得叫了。这波要给稍微有些兴奋了，对，这不能说是急，就兴奋了。你看伤害就差一下了。他 Q 闪 A 到，他如果 Q 闪到的话，有机会秒到宙斯，但是他 Q 闪空了，就有点可惜。宙斯也是最后一丝血反应过来了。然后牙膏的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人架这样难打哦。然后前面虚很怎样？对，前面。确实佛爷哥和泽利的发育都非常好，是的，这波牙膏的反开奠定勋整场都一直领先装备啊。对，这波打完其实已经是优势了，但后面不得不说 T1 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。嗯，还有几波开团，这波好像就开的比较好。今天要出事了，没办法了，对，对方阵型炸了，对，这波宙斯确实打不了，留都打不了。但后续，如果勋和阿宾不要追的这么多，围绕自己 AD 打的话，可能会更保险一些。是啊，打东。我觉得刚才我很不好意思，对，踢完你就不能合着来，对，你就得往前冲，然后逼对手失误。虽然自己这里可能也会增加一些，你大东我是得想办法补上压力之后，踢完的失误也是不少。踢完感觉明显在高压之下，他们也。渐渐的没有耐心了。对，在这次 S 打法赛，而且感觉 BLG 整体在打团里面，奶二抽一，顶住，挺满的。对，也是想去尝试吧。我觉得尤其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其实是被突施冷箭开启团了，没手牌了。整体的反应，因为刚被抽了间谍。这波呢是很贼，自己溜到龙坑里面开始疯狂打龙，虽然团战里只打了一点点伤害，那我现在慢慢补，但他最后把龙成功抢下了。慢慢补，看能不能抽到408。这波确实抢了大龙之后就溜了，之后 BLG 有点尴尬了。对，差不多要重播到 T1 的最后一波了，让我看看。这把 L 可输可能是真的没有管，没有管到。轰的下去，又是抢龙润了啊！很关键，对于 T1 来说。是的，不然可能比赛就直接结束了。最后这一波是也看到泽利觉得再不开没机会了，在这里直接进化 DF 二连往后拉，然后正面安妮的大招又是留住了 Honor。其实这一把感觉最后反手的大招吧控的都挺好的，是泽利拉的很好，就是拉扯嘛，就慢慢拉扯去给 Elk 输出的环境。泽利这个时间，你看他们伤害打完以后，没有人管 Elk， 十八级。管不了了，四十分钟的泽利杀了牙膏，确实管不了。牙膏伤害大，而且说去杀哈兵，哈兵一丝血而已，看这开战拖的拖了很久，完全管不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比赛的转折就是来的这么的快，因为第一时间。其实水龙魂掉的那一瞬间还是有点揪心的，是有点揪心，因为毕竟水龙魂拿到以后，他拿了个大龙，对，如果 T1 跟你打这种拉扯，然后不断的是牵扯你的精力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了。是的，但最后没想到是 T1 自己绕得拉到五滴血，
确实有点上头了，毕竟雪龙和前说了嘛，雪龙你就得妈妈打，而且你打一波的话其实不太厉害。对，你悠悠是一个 AP 就是统，当时我台下我和瓦达在说，我真的很担心这个 AP 就是一直去 poke， 对，然后不去上 MVP 给到了格力啊，所以中期是打输了几波团战，但整体的数据还是非常的完美，毕竟间谍拉间多的伤害，毕竟我放这个，而且是间谍拉间帮助 BLG 成功赢下了 BO5 关键性的第一局。是的，伤害占比也非常夸张啊，没错，占比45%。而且我觉得第一把格力有如此出色的表现，那接下来 T1 在 BP 上也无疑要考虑这一手，对吧？就考虑可能 T1 的一个对线机会，要不要选择给予 BLG 的这种 BP 的一个对线压力呢？还有就是下路第一波兵线被吹，对他们第一波能越塔，其实也是其实 BLG 这几场全部靠格力在打，做得非常好。对，他们现在是完全放弃大东了。我看 T1 这边应该也差不多放弃大东了。第一时间没放眼。扫描空的，然后你放线也要被点掉了，你一直疯狂点，然后第一波兵线就直接被推进塔，然后所以就靠了林克斯变成首选的，而且还是在凯特琳还要不要拿出来吧，自己放弃掉了像卢娜以及金克斯的选择，选择到了泽利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在 BB 方面就教练组可能一开始就想好我们应该怎么搭建自己的阵容，对，而且也给到 T1 接下来 BP 的压力。那梅赛德斯奔驰提醒大家，接下来呢是 BLG 对大东，确实太容易对局了， T1 选择了蓝色方，那我们稍事休息比赛。好的，LPL 是不玩女警的，但是 T1 会玩啊。是你们的用心挑选，让礼物更远。凯特琳本来就是 T1 很喜欢用的招，开始进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张到底有什么效果？无血。要不要养圣体啊？四月八直接打下去，四月然后直接千金开炸吧，再打一张吧。先养起来再说好了。再来一张间谍，好看他这边怎么处理啊。十六十六，如果他有斑比的话可以清光吧，这张卡在干嘛，炸全场十滴加我方全场加五加五，自己加十加十，然后再回主战者五滴血，很强，真的很强。这个怎么解？不知道哎，双罗刹，双罗刹有机会解吗？如果刚刚有骨灰坛哦，好，如果刚刚有骨灰坛，那一刀就已经带走了。只是让他八费啊，你以为八费一下干单哦？这体系少数结场了，这体系结场牌蛮多的吧？一费的鹿，然后三费的这个，然后还有六费的炸两张。还有五费的天使，这有 low 环节吗？来啊，等来打 low 啊！出发！さえずることさえ許しはしないわ。再点个一两把打 low， 好，就这样。右手进山，我们就打花少女；没有就打恒星少女。花少女先打好了。僕の夢。这样至少他得花牌子。负八负八解不了刚刚的场吗？我刚十六。百を超え無休の勝利を刻む。お姉様。虽然负八负八是很厉害啊，但不好意思哦，我刚十六。
变过气重新了，乱讲，昨天就已经到这个皇家剧场去表演了。骨灰坛看来是进不了的。他这个应该是有那个英雄皇的吧，我觉得蛮难打的。岩将皇屌虐主教，岩将皇我蹲下去他都自己投降。我当结盟的罪人扣好了。可以跟他打持久战的，这个就不太好蹲了。他那张英雄王我不知道几费的。那张英雄王是几费牌啊？这没有英雄，这怎么可能没有英雄？这没有英雄他要干嘛？我觉得可以考虑蹲啊，蹲拉一手吧。是学员长，就是有一个什么全场伤害减二的那个蛙哥、啊。那个叫学员长哦，我是不太知道他的名字啊。哎，加一只不能用入场曲的，对，好像会用那个，然后我觉得稍微有点难解他的牌。那好像抗葬送用的，躲一次伤害。加勒。極限の戦を見せてやる。公路长曲我也会有点打不了，我的戒律会隐形不了。长尾养得更大了。加勒弹出来，他好像该先下圣体。七费就那个啊，这个、啊、学员长，来了英杰学员长。那、啊、全场降二伤嘛。皆が旅立つその日も、時期に分かる。但我有留这个罪人，可以刚好炸两张把他带走。这里应该解千金吧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我这里666直接解掉了。主堡是不是有降伤啊？啊，主堡有降伤。打不掉啊。好像应该再蹲一张戒律了。
带走。其实这一手在蹲一张戒律比较好。我刚刚想戒律，然后抽看看有没有22或者再一张戒律，再一张罪人。这就是绝望的情感，完全没错，他只能绝望啊！我来看一下这个 BP 啊，开始了。好 ，T1 拿回大东了，拿回大东打金克斯了。大树打野，这里感觉得封锁兵哎，不然这手剪刀应该就是封锁兵啦，接下来应该再封两只啊。哦，没有哎，茂凯可以去上嘞，这样鲁斯可以摇摆啊，鲁斯可以去下啊。这把应该鲁斯下路，然后飞可奔，应该会奔中路吧。我觉得阿里可能会考虑按掉。都不碰的话就要碰打野了，都不碰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千珏了。那这里下一手应该是奔千珏了。哎呀，下象棋的也鳄鱼49个月，不用奔塞勒斯吗？这里不会奔塞勒斯吧？这里下一手应该考虑千珏啊，然后右边会再奔一只 AD 中路吧。应该先下小丑，没有奔机器人。来了，亮中路还亮打野，亚克斯挺好的啊，分的挺好的，这样茂凯才有机会去上路。刚刚不奔千珏，我是感觉好像应该奔千珏的。可能真的想把大树放上路吧。那这样中野应该是选，哎呦，大树打野。哎呦，飞客中路杰西啊。大树打野了，大树上路打这个塞恩其实蛮好打的。妹妹，这样的 BP 啊，这样的 BP 我觉得偏惨啦。刚那手，如果你要封狐狸，你就得把那个镜爪一起封啦。那你要封贾克斯，你就没什么意义。你又不是大树要去上路，封一手贾克斯没什么用。刚正常应该是奔镜爪，你奔镜爪熏只能选那个，熏就只能选赵信了。哎呦，这把头要破掉嘞！完了，是真的要破掉了。
镜头有点差。遗物是不是下完了？遗物很后面才来啊，他没准时国王啊，那还能打？我右手进二，我这里右手进二，不然我就下对人了。妹妹，能把它降到零费哦。双反转啊！国王在手，国王在手要压我血了。我血量先拉满，等着吧。国王这里打十二，手上两只国王哦，靠，来不来得起来啊？我这里得进那个天使才来得起来，哇！哇！完了，有将军加冰雨死了。OK， 原来是有搭这个的。哭啊！熱いレースだったぜ。现在的下棋还会搭冰雨是怎样啊？冰雨加这个，加这个剑，T1不妙啊！T1这场组合不好啊！这一场组合，T1这场拼前期哦，前两条龙没拿到，应该会很炸、哦。いざ出艦！この戦場の熱はどうかな？然后丢好了。那冰雨剑雨不然伤害不够。我之前看的时候都是纯象棋而已，我都没有看到有冰雨剑雨。但是我那时候架的比较大。僕の夢、騎士の道。殺到魂で頑張ります。好，两张尼拉都下去。好、哦，米迦勒下来送。狱中看守，狱中看守，又是学院长。对哦，协作跟学院长有关系吗？阿兵要变僵尸了！阿兵要变僵尸了！哇，这个空线有了哦，踢完这个前期阵，这样子就起来了。神への忠誠。
对，有点高估自己的战斗力了，心追上头了。这是大局啊，标记开局不利。 前面我们也说了，BLG阵容其实中上的对线本来不好打，现在再次的加大了。我要出手了吗？我准备好要出手了。怎么有一只这么大的这个？装出的比较快的话，它那个种子的效果太好了。这把 BLG 这个阵容三不在正面，没有太多能探草的人，挺难受的。我要爆开哦，我应该是看起来不太会爆开了。奶二抽一，狗住。好难受，想闪现变羊的，但是草丛 Kira 钻进去了。是 ，BLG 今天打的确实会比较着急啊。嗯，一物加千金吧。一物加千金，然后这人扣分。还想动没？搞别的这个时间，还有闪现啊，没那么好抓，看能不能打个闪吧。过来。 先就是做一个位移，打出三环，闪就不想交吗？啊，这就一秒吗？最大化吗？太神了！那闪现跟性命都交了吧？不是，我感觉他直接看到千珏，直接一闪，没完一闪就走了。这什么状况？被牙膏的二段一拉到了，他没看到，再闪就死了。啊，相火都算了，半血，那度过了。是，没事，一滴了，非得直接交闪了。太神了！啊。 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个闪一交，高斯哥如果一会儿能偷的个大速大，他很难受。而且我只能说这个人头给 BLG 猪眼盘活了，本来千珏跟塞拉斯都很难打的，现在给高斯的伤害减一。感觉我开蹲吧，我开蹲挺好的，上没被压的，对，这个人头很关键啊。我想一下，养圣体还是再蹲一个。 兵哥还没有六级，这个时候五级三挺容易死，没闪的，想动兵哥，手撕出来，应该是有意思有预警，先溜。这场兵哥是要防吗？难受的，哪个火箭打断一下？可惜，擦肩而过。防或双蹲呐、啊？但兵哥这个线有点难受，双蹲好了。兵哥这把，只能是等着打团了。嗯。 这把相信高高啊，这个塞拉斯团战空间是很大的，这把好大太多了，前期有人头，确实得看高高发挥了。然后勋慢慢的刷吧，有惩戒，还是被奥纳给抢到。下半区的对线因为一级所带来的领先吧，金克斯本身就能推线，现在已经在吃路程了，但是 Honor 还是抓住了上路的一个优势哦，直接选择动峡谷先锋。来了，这个峡谷。 那能不能把那个小龙处理掉、啊？看 BLG 要不要拿小龙了？对，小龙是。现在怎么状况？最好情况就是怎么去下路越一步。勋想先去对方野区，然后。啊，场攻十一。视野看到了已经。他场攻十一，他得再下两张棘齿。我不知道哎，皇家现在有什么棘齿啊？对，不能反红了，主要这波反红有可能来不及，一会儿。拿个保底的资源。 对吧，宙斯会很肥，乌鸦力发育的一个。心理战将，哎，结束了。其实这把的阵容，我觉得 BLG 跟上马还是比较像的，还是要保双射手，往后排输出。这啥？进化的千金。 直击！没完了，没完了。主要他为了保证对线，他还是先出了法强装。这个蓝确实有点吃紧。打到输了，给帕罗。 想救艾尔克，是的，艾尔克的怪W，但是凯瑞哦，凯瑞闪人，这个 Q 有点果断，这个 Q 把金克斯拍出去了，对，换线了，把塞恩。
稍微解放一下吧，主要三恩这个玩的太苦了，让他去下面一行二都比让他一本哎雪糕，然后再不换一下最后一场不好说哎，该不是龙族啊，皇家啊，对，不是说毒瘤是死灵吗？怎么全部都是皇家？斩杀波，减速，要闪一个闪了。其实这波如果宙斯不先退，可能会有机会杀他，但宙斯看到下路一直没人上线，直接撤了这波。要不也得越嘛，那肯定得越了。哇，这波在路上，这波不慢。我要得带西尼拿来。要给压力的，要把宙斯赶走。有先锋换不过。新魔你就见不到了。这波是回先拿下一血塔。回去M零打就接得到了。换线就是你三第一时间想。他电到点，你要接到。这里也遇得到M零的。这波换线其实挺伤的，而且三又没车，回不来。他也要被撞了，哎呀，这波换线换的有点懵。这样的话，现在把经济给换开了，经济干用。是的，这个可能是英雄的。只要不露头，凯南是不太敢出来吃线的。我要叶子是一个。马达伊兹的。标记完成。哦，马达伊兹。啊，英雄皇。两边上单都。对的，主要受伤的一直是兵哥，很难受。那艾火这个手感太火热了，我这个 W 都中了，再看一下，很快，哇，你看，此次被来找兵，手里金哥这个打 W 这样能打中的，没办法打，太挂了是不是？小兵做逃兵了，我的刃子你逃不掉，我的刃子你逃不掉，任せてください。那刚才小兵的中间，然后被这个炮打中了。非常的不科学。而且高速的直接就你还真厉害的。一点我就可以点。啊，从摩托里拿走。哇，来杀人了！三，车我没有。反向开车，想往河道开吗，兵哥？怎么说？或者闪现开车都可以。先被爆。这里要进化小兵了。闪现开车，闪现开吧，闪现开吧。哎呀，下哥布林。这个就看兵。进化哥布林，什么打法？不好了。这个现在就是田忌赛啊，拉血量。新魔女出现了，没办法，这把兵哥。这三都被针对的话，神がこぼした福音。三反正这一球，比起凯南来说是更不吃装备的。可以，你说刚才看见那个大。一时间闪现开的不能他两下岩浆可是蛮长的，他这个会有岩浆想死的。他觉得自己哎向前狂风，飞哥这边被 A 了一炮，但是可惜火箭差十秒，火箭现在刚刚要好，刚才要有火箭有机会打个闪，有进那个隔墙咬了一刀刷剑顶没差一分钟，我可比 no screen 的，住了，是的。我双蹲他是必死啊，但我没蹲他也是死。配合泰坦勾这一套。啥？狗绝不可！啥？狗绝不可！今天的泰坦还是比较的，哦，比较的大。回りま、回りま、回りま、通り。知らすわよ。绝对杀不了牙膏，高高这波应该也偷不了凯南大树，还是看看来正面偷个大树的泰坦比较好。蹲不蹲他都得死啊！间谍刚刚里面也只剩一张了，有点伤啊！这波熏香，不知道皇家有会自己解场的牌吗？他也解不掉吧？小罗还有十五秒，这波回家其实有点来不及打了，主要他要买海妖应该是。对，这波哎，能偷到安娜大这个位置，偷到了，嗯。等天爵打海妖，一旦雪盖，现在是好像是想接啊，对，这波不要被杰斯碰过太多下了，我觉得是可以接的，杰斯现在后路还是比较强势的，有一个行驶。哎呀，罪人又来喽！第二期加了一张全场扫一，全场扫一那很爽。协作皇哦，协作皇都想打快攻吧，就是尽量压血吧。先把龙打醒，
BLG 这边不管线了，直接先把龙吃了。但是 T1 这边选择的是让凯南先 TP 跑，然后把龙放上。他们想拿先锋，然后拿上塔上路。 T1 这个组合放两条龙哦，太亏了吧！这后面打不了。那宙斯怎么被单杀了？ 哎呦，宙斯番怎么事了？宙斯王，完上单的，知道吗？兵哥也没肥的，主要这波下来看见兵哥还在那点塔，哦，魂系怒杀刀，威力之大。 这骨灰坛要把自己弄死。可以，我不想让下路抢走本属于我的荣誉。我先把你撕的跟点荣耀，然后再跟你开始在线。 现在游戏刚刚开始啊，从上单一条线，现在咱们先朝着 BLG 有利的方向发展了。主要现在经过斯战出现，这个推线的能力还是强太多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版本金克斯真的太厉害了，就是他在对线到转线，再到大爆发。夜幕死亡者召唤。现在几条线的分线 ，BLG 哎，舒服，直接抢到。哎呦，我这把好像又舒服了哦。两方在侧翼，有没有能玩的？原本我已经炸光了。反手偷了个凯南。今天反正 BLG 这个状态，我看出来打就是狂，就弄，对，不许你的。 我觉得节奏已经好起来了，慢慢把河蟹视野都控一下，几条线的兵线都推过来，还能推下中路吗？这波牙膏石油，间谍都拉罪人，没有办法。那也没有办法。这波大树没大，对方没有反制手段。推个中反右就可以了。这波已经这边只能葬衣了。你不带出来看这条龙，啊，是一条龙，一艘船，但是对于队友来讲，这波有些。先葬了。先锋的又开始打回来了，主要还是。 上路那波隐蔽一送完，感觉已经有点难了，但下路还是找到机会了。对面我感觉中上都挺给机会的，对吧？第一波杰斯也是神闪，凯南这波就不谈了。最难打的路线啊，可能有机会，标记吧。现在发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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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
今天有雀魂台吗？应该是没有雀。啊，还要再上一次。下来吧，执行者。那放的话 ，BLG 先打这个。7万都能放。 错掉，啊？那为啥他要把执行者打掉？等级也是完全不落后的。亚
牙膏，下半区野马先带过去，还在反 F6， 这个 F6 因为卡牌游戏吗？都要打 low 啊，打到输。开扫二被动哦，哦，他那个原来是入场曲就有，我以为是进化才解。有点像昨天甄姬那个感觉了，而且这条龙T1也得放啊，杰斯一直不来正面，龙必须要放。哈天那翅膀上，当当当当，五分钟不到，再提个赞，T1全乱了。我东西吃呢？没有。标记的这么扎实啊！对。然后五 v 五就让 B 哥顶在前面。不过后期肯定不虚啊，又有软辅对吧？双射手，塞拉斯的那个三 S 都上墙啊。对，杰斯这发育感觉打团作用会比较小了。是的。如果拖后期，我肯定是能接受的。不下盾，我哪有什么盾可以下？哎，现在 T1 拔不掉 BLG 的中塔，他要炸，他炸一炸，横金少女一定死啊！钩子阵容配合大树，也很难把视野做得特别深入。塞拉斯也是做出了金身，这个才二一二，感觉 T1 就想奥义最后一波龙船了。嗯，Faker的魔切倒是有了。嗯。这才二一二，顶多加到五星血吧。而且前为止，我觉得 T1 的这个分线被 BLG 搞得也挺难受的，因为这个赛恩出了个护甲，这个是扛不了他，这个对他其实没什么用。五滴就够了，五滴够个不服，还可以少，还可以少六滴。而且凯南面对塞拉斯要时刻小心的就是刚才上路的情况，他会掉下来。大家看来大是能秒凯南的，是的，也有眩晕效果。杰斯现在十二级，我怕打赢。哦。就等风龙魂嘛。对，稳一点。大树直接想一下蓝盾啊，挺肉的 ，Owner。这里可以打恒星的。就把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了。对，大树的上限就在这儿了。对，而且他是这种纯工具树，这是肉装相位大树。沙包，这个加加的不够啊，但还是要小心打团开 C 位吧，因为面对前面的几天的比赛里都出现过这个 Honor 最后打团这个大树爆 C 位然后秒了的情况，我还是小心这一手。对，现在需要提防的就是对方上野，特别是三二二吧，三二二下去死一死，比较明显，三二二下去死一死就可以了，一定要注意一个凯南一个泰坦。好了，去死一死了。你个子，你个子。河道的视野，两把 BLG 的领先都非常明显，超巨大。一波其实 T1 都因为这个视野别带走，是的，并且勋这波也知道了自己的第四枪一技很关键，是特别接战之术。他们这把选到大树，就是想有效的让视野上面不像上一局那么差，但是还是因为前期的劣势，这个大树都改变不了打团前你要摸黑看视野的情况。嗯，这把游戏就看下一波小龙团了呀。嗯。宙斯今天状态这么差啊，遇上我们宇宙第一上单兵哥也是没有办法。但这把因为是个风龙门，希望你小心下，希望等会放小龙直接去抓大龙。啊，打龙族结束了。对，主要有厄斐琉斯在，厄斐琉斯装备也有两件套。分数很高啊。应该是没有吧，我每一季都把他打到剧院就放着，打到剧院又不用多久，一两天吧。看时间来临，看这边中上能不能回家补一些的。OK， 崇高圣体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领先了，古玛玉璽小一件装备。我倒了。我追着你。可恶，这种可恶的巴哈龙。
再往正面靠，这个时候开始打了。大树想过来扔种子，露露直接把这个视野给抢回来，而且现在中线的部分一直推不过金克斯啊，三也不回家了，太卑鄙了，巴哈隆。这个时候 T1 很难受，主要又进入到没有能到视野的阶段。啊，这龙宫是很菜的，不然就可以尝试 run 的。他龙宫了，然后后面会有巴哈吧。 反正巴哈肯定都会挂的。还在把主线站住，宙斯就在边上，但这个位置兵哥具体，兵到哪去了？先顶，多少说他可以，啊没有偷到，还没有到。天哪，那么多死兵，你先走。天哪，那么多死兵，你先走。宙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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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宙
T1 那边带毒，小龙打掉了Karen，开团了，开的一般般，只开到了一个。OK，秀八下来了，我熟女啊，我熟女消失了，不打了。哎呀，卡罗啊！ 眠了，眠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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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了，眠了。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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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
打不过，武打四也打不过。这团战太漂亮了，新罗尼出现了那里。七万内波是正面的一个引光之道，都没有拿下表现。神がこぼした福音を。先是正面，我牌呢？然后第一时间金克斯被派到两张骨灰坛。OK 了，把我装进去吧。啊，这个偷来大出大太爽了！哎，野区又流出了，刚刚又拿到了，又拿到了，又拿到了，大出又来了！哎，好杀了吧！又拿到了，好强，战神一样，闪现不能全军。哇，身体超强！标记有机会一波，什么意思，薛？队友来了，牛了，队友大，没关系。阿斌帮忙扛塔，巡先下来。对面只有一个双 C 三 C， 冷静冷静，这个时候有机会赢过吗？好像想尝试一下，有 GP 的再来说吧。